80后孩子的妈妈和10后孩子的妈妈。二，当和孩子一起吃东西的时候，80后的妈妈光看着孩子吃。妈妈你怎么不吃啊？妈不爱吃。10后的妈妈一块蛋糕一人一口。妈妈只有一口了。那就一人一半。当孩子不肯起床时。Are you okay? Hello, thank you, thank you very much. 10后的妈妈。叫你最后一遍啊，不起来自己负责。2 hours later. 当给孩子批改作业时，80后的妈妈。妈妈你好了没有啊？我这里还有那么多呢。10后的妈妈。妈妈检查作业。好了，拿去吧。那么快？因为我是用 CheckMath app 批改的呀，只要扫一扫，立马就能反馈批改结果，最多可同时扫1000题呢。它还覆盖了12种题型，支持16种语言，从幼儿园到小学都能用，就算果地的四季潦草也能被精准识别。你们以后有不懂的问题啊，也不用找妈妈，找 CheckMath 帮忙就好啦。哇塞，居然还有解题思路哎！做完作业后啊，还能玩玩数学小游戏，发现更多的数学奥秘哦。